星期一我不想上学。两天不见，好想念老师他们呀。是 S 级别的麻烦学生，启动一级防御状态，学生驱逐导弹发射，时间暂停之术，阳光星床，时空穿梭。老师，我们去上课吧。我不想上课。老师，我们想学化学，想看你表演化学喷火。我想学物理，看你如何用物理的三小力撬起地球。救命，我只是个普通的英语老师而已啊。老师，我会让你知道体育课的乐趣的，以后你就不会霸占体育课了。放过我吧，我不想穿越到课本里了。哎呦，老师，我们穿越到少年闰土的课文世界里了，吃了它我们就来上课吧。这次我又扮演课文中的什么角色了？老师，你现在是少年闰土课文里的茶。我们开始上课吧。好你个茶，居然又来偷吃西瓜。这样怎么上课呀？老师加油。